老板，哎，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，拿完了一把，那一把啊，那把是琵琶，不是吉他。我是说旁边那一把，旁边那一把很贵的。你怎么是啊？你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，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，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，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，就算你弹错了大家会因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。你是不是啊感觉到了我的和弦啊在重复着，啊又不错，代表你啊都没有 long blue，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，摇滚的节奏在右手，灵魂在左手，心就是宇宙，我弹的叫自由。哒哒哒哒，听我的步声，要学会尖叫。Big piece 是为了拍照，丢一块爱心，叫他不要吵。摇滚不是为了保美，是为了梦想，但被你开枪，被别人爱上。啊，断了。没关系，再买一把吉他。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。怎么会有人喜欢吹吉他？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。你要好好珍惜它，它才会对你说话。说在那如果脚有点咸，再加点胡椒到整台我没了。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啵。这时候你可以放开别碰。哦哦，秘密在哪里？就要看到哪里，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。哦哦，还没，还不及我先叫你疼。啊，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，啊，最后推一个。啊，听我的故事，要学会尖叫。想着不